好消息，好消息！全国冶金会议胜利闭幕，你们鲁长赵四海和白厂长马上就要回来了。何时回来？咱们准又要大干一场了。刚才最后一响，是北京时间24点整，同志们，新年好！新年好，新年好！1961年过去了，中国人民同全世界人民一样，满怀信心地进入新的一年。在这个时候，想想过去，看看未来，高瞻远瞩，把握全局，是十分重要的事情。在过去的一年里，我国人民所取得最重要的成就，就是战胜了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。1961年是全世界人民在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的一年。自然，国际斗争的道路不是平坦的，不是笔直的，天空会出现乌云，海面上会骤起风暴。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一些不能不使人感到痛心的事情。对这场国际上的反修斗争，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啊。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，真想象不到。厂长，元旦社论听了。哦，我来介绍一下，他就是我们炼钢炉长赵四海。哦，这位是我多年不见的老战友，现在是舰艇制造方面的专家。哎，好像在哪儿见过啊？哦，
在报上。你的记忆力还是那么好啊。是啊，40年那会儿我们在敌后根据地搞的那个兵工厂，我可是记得清清楚楚的呢。那算什么工厂哦，跟现在比起来只能算个铁匠铺了。哎，别忘了我们在那儿干出了什么样的事业啊。你们厂长可真不简单呐，那时候敌人在封锁我们，你们厂长啊。算了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还是谈谈眼前你这个难题吧。这个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，想控制我国的国防，提出跟我们搞联合舰队，被我们严正的拒绝了。之后他们就撕毁合同，撤走专家，断绝一切供应，看还以次品充好货。这就是他们口口声声的兄弟情谊和无私援助。太卑鄙了。我们要炼这种钢就需要大量进口合金。什么钢？特殊合金钢，钢号303，国内从来没有生产过。特殊合金钢。再见，再见。四海同志，留着做个纪念吧。那个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卖给我们军舰上用的特殊钢，哎，是次品吗？这他们用次品冒充好货高价卖给我们，最近还干脆拒绝供应。这哪还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，是披着羊皮的豺狼。他这是要干什么？要我们放弃原则，放弃革命，围着他们的指挥棒转。这办不到，做梦！还自称我们的朋友。孩子们，我们老一辈的工人都知道，混在工人队伍里的工贼比公开的敌人更凶恶。这次会议上我们学习了毛主席批示的鞍钢宪法，一定要甩掉洋拐棍，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。不过这种钢在我们国内还没有练过，技术上他们也是保密的。我就不信那一套，他们能做到的我们就做不到。练这种钢需要大量的进口合金呢，可是我们不能依赖进口啊，我们要自力更生。你是想用国产原料代替进口合金？对。58年的时候，老田师傅就带领大家试验过，这并没有成功嘛。那是因为有人不支持。再说老田师傅也退休回乡了。哎，有根师傅啊，
人家都卡着我们的脖子了，可你还……我看还是稳着点吧。不，我们一定要闯出一条路子来。要争这口气，为中国工人阶级争气。师傅，你爸爸睡了吗？能。王坚同志也在这儿。四海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睡不着啊。厂长，舰艇刚的任务咱们抢下来吧。你看他半夜三更来敲我的门，原来是做我的思想工作的。把他都消灭了，我不饿。你看，这就是工人阶级的脾气，一听说任务两个字就吃不下睡不着。志华，你……我一定向赵师傅学习。喂，是我。哎呀，这种钢我们没有练过，而且需要大量进口合金，我们研究一下吧。局里说舰艇钢这个任务到了上海，问我们能不能接。应该接。进口合金库存的用光了，今年的还没批下来，这是关键的。我们不能用国产原料代替它吗？用国产原料代替？对。那怎么行？我师父过去试验过。哪一年？大跃进的时候。热情是好的，但是科学根据不足，没有成功。有没有留下资料呢？每一路都有记录。别乱想了，炼这种钢没有进口合金是不成的。可是我们不能靠进口过日子。爸爸，我看可以试试。你练过几路钢？在钢铁方面我还不如他呢。不过我觉得四海他们的倡议很有价值，应该支持。那就接下来吧。至于怎么来完成，这得听听总工程师的意见，人家是权威。四海，走自力更生这条光辉大道会遇到各种困难的，贵在坚持。目前这股反华反共反人民的逆流中，盘踞在台湾省的蒋介石匪帮也蠢蠢欲动，我前线居民正严阵以待。嘿，让他们来吧，我们欢迎啊，要好好招待他。英主任。哦，
从哪儿来呀？厂长让我催进口合金，又白跑一趟。要打仗了，形势严重啊。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建国十几年来，敌人哪一天不妄想包围我们呢？可是我们一天比一天好啊。完全对。你们干什么去了？到兄弟厂取经去了。人家听说我们要练蒸汽钢啊，都大力支持呢。好啊，只有这条路了。祝大家一帆风顺啊。不会一帆风顺，但是会成功的。这事儿我们讨论一下再说。哎，四海，哎，你们的方案搞得怎么样了？还有一个数据没拿到，需要我们帮助的话尽管说啊。好，谢谢你啊。哎，四海，刘大姐，你们的方案什么时候上啊？快了。那太好了，昨天我们料厂也开过会了，为了练出蒸汽钢，我们保证做到大军未到，粮草先行。那我们的信心就更足了。哎，你要休息。哎，好。眼睛都熬红了。张工程师了吗？没有啊，什么事儿？有个数据问问他。啊，回见啊。回见。怎么样？熔点很不稳定，这个元素太调皮了，简直就像一匹野马。你知道吗？好的棋手是最爱训练调皮的野马。那这是技术科给咱们找的资料，你参考一下。好。嘿嘿，睡得好甜呐。赵师傅，老田师傅的记录板上用了很多代号，我看不明白。他的文化不高吗？当时他为了练这种钢花费了多少心血，应该到乡下去一趟，再好好问问他。小朋友，来来，有个老田爷爷在哪儿？在前面，我去告诉他。Thank you.
师傅，你还是闲不住啊。大队里盖水电站啊，我们是自己动手，没向国家要一分钱，连设计也是我们自己搞的。白手起家呀。走到家里去。哎，不，师傅，今天我还得赶回去。还是这个脾气，什么事儿这么急呀？现在国防上急需要一种舰艇钢，修正主义卡我们的合金，卡我们那用国产原料吗？我就是为了这个来找你啊。好，我跟你回厂去。哎，师傅，你要仔仔细细给我讲一讲。那也得到家里去呀、啊，让你师母也高兴高兴。大家都好吗？都好，都很想你。王坚同志，白厂长。王坚同志到部里开会还没回来，白厂长到太湖去找总工程师了。啊，厂里要连舰艇钢，我全力以赴。那你的身体没有关系。如果需要，我今天就跟你回厂。不，你就在这里搞方案。哦，我给你派个助手来。不过有个问题要跟你商量一下，进口合金原料很缺，能不能用国产原料代替？工人们搞了个方案，不行吗？很久以前我做过这方面的探索，也写过论文，现在看来太幼稚了。没成功。你的论文理论上说得通的，实际上行不通。科学不是幻想。啊，咱们两个呀。方案给骗下来了，八成是啊！厂长刚从总工程师那里回来，嗨，准是好消息，太好了！嘿，你们练蒸汽钢精神是好的，可生产任务这么重，我怎么能拨给你们炉子干这种没有把握的事呢？这个季度的生产任务，我们已经提前完成了。说我们的报告已经列入紧急项目，发到驻外商务代办处去了。怎么
价格又提高了几倍。好吧，四海，进口合金原料有了着落，你们就不用试了。哎，厂长，对方条件这么苛刻，价格又提高了几倍，我们不应该接受。有什么办法呢？国防需要啊，就是条件再苛刻，我们也得进口嘛。厂长，依赖进口，这不符合自力更生的精神。现在主要的矛盾是没有进口合金呢。有了进口合金，就有了这种钢，有了这种钢，就可以满足国防的需要。这个辩证关系，你懂吗？这样一来，这进口合金不就成了基础了吗？要是人家把这个基础给破坏了，看就会成了这个局面。厂长，我们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啊。政治，现在钢就是政治。钢就是政治，你回去好好想想吧。厂长，钢就是政治这个说法不合适，应该是政治统帅钢，不是钢统帅政治。四海，不用争了，你我都是共产党员，现在主要的是完成党的任务，在这方面我们是一致的。我看不一致。那我到局里开会，关于不一致的问题我们以后再辩论吧。厂长，我要求把方案问题拿到党委会上讨论。好吧，你可以列席听听，会上充分说明你的观点。厂长他为什么不批准呢？还是那句话，让咱们等进口。什么都是进口的好，啥思想？良农哲学。我看算了，领导既然决定了，咱们应该执行吧。啊，我们的方案要在党委会上辩论了。什么？听说是四海提出的要求，他也参加。这四海怎么老和厂长拧着干呢？这样下去要犯错误的。四海，厂长水平比咱们高，咱们跟着干就行了嘛，你何必？刘根，咱们工人在大是大非面前可不能有一点含糊。我是怕你犯错误。如果是我错了，就改。对的，一定坚持。走。你们怎么又来了？哎，我们的方案通过了吧？对，正在辩论呢。我同意用进口合金，我不同意。我们应该支持四海的方案。还有谁发言？从任务的重要性来看，我支持用进口合金，这是比较可靠的。我不同意，现在用什么合金不是一个技术和方法问题。是的，是个原则问题，是要不要独立自主、自力更生的问题。总不能排斥进口吧？对，不排斥进口，也不反对在平等的基础上互通贸易，但是我们的基点必须是自力更生。这不仅仅是因为地球反卡我们，就是将来的形势变了，我们也要讲自力更生啊。革命要靠自己，也可以说要不要自力更生就是要不要革命的问题。现在军工任务需要，不这么做就拿不到钢。人家外国摸索了几十年才找出这条路子，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向人家学习。学习，学习也不能跟着别人后边走啊。厂长，我们现在必须和地球反抢时间、抢速度，走自己的路啊。
发言呢？要是没有的话，就我。我本来以为自己是了解四海的，因为我看着他怎样长大，看着他怎样成为炼钢能手，看着他怎样参加了我们的党。今天我突然发现，我并不完全了解他。现在四海提出大胆的设想，从他的发言可以看出，四海站得比我高，看得比我远，毛主席著作学得比我好。同志们，这是年轻人在向我们挑战呢。厂长，我向你报道来了。师傅，不是要练蒸汽钢吗？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出把力。老天师傅，你好。本来啊，大队里盖水电站，这也是开天辟地没有的事儿啊，大家让我当参谋。可是那天四海到乡下，在我们大队控诉了修正主义的罪行，大伙儿一听肺都气炸了，一致推举我参加会战，练出蒸汽钢，打击地修反。哼，你们开会，把东西给我。师傅，开会去吧，快。同志们，老田师傅路远迢迢地从乡下赶来，为什么？他的话代表了5亿农民兄弟的愿望，这不就是对我们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很大的鼓舞，很大的支持吗？应当这样做。我收回刚才的意见。那就上炉子试试吧，不过我保留意见。刘大姐，你快上来。哎呀，快上来，时间太长了，眼睛受不了的。福妹，什么事儿？赵师傅，你看。刘大姐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赵师傅，四海，你看看这石灰行不行？你们的蒸汽钢不是要高温精炼吗？我们把石灰啊全都捡过了，不光选好的，还要保证大小均匀，这些是样品，你看行不行？刘大姐，你这么……哎呀，这有什么？为了练出蒸汽钢，别说下石灰坑，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是一句话。别婆婆妈妈的，你说行还是不行？行行行啊，这太好了。你们什么时候练，打个电话到料场，我们立刻就运来，要多少给多少。好，总算行了，回去告诉他们，大家的干劲儿就更足了。谢谢师傅们。
量还是高。干几天了，今天晚上大家都回去休息。好，走吧。我对你有意见。哦，好啊，你光叫别人休息，你自己的劳役安排怎么样？你看看你的眼睛都……好，我接受。我到凉台上吹吹风就回去，你们先走吧。啊，四海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毛主席的一篇著作，内容是讲革命战争的。讲战争的？对。毛主席在这篇文章的开头首先讲什么是战争，再讲什么是革命战争，最后讲什么是中国的革命战争。毛主席他用唯物辩证法一层一层的把战争的性质分析得清清楚楚，使我们既了解了战争的一般规律，又知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。你是说咱们现在只是掌握了炼钢的一般规律，而没有掌握炼这种钢的特殊规律？对，要把这种特殊规律找出来。我在想，我们练的是自己的新钢种，可有些工艺还没有跳出别人的老框框。问题是怎么来提高炉温呢？哎，吹氧怎么样？吹氧？对，吹氧可以达到2000度的高温。这行吗？2000度没问题。没问题，太好了。哎，四海呀，四海，你还是没有接受我的意见呢。接受了。我觉得克服了一个困难就是最好的休息。这是给四海他们准备的国产合金，颜色都差不多嘛。嗯。哎，混在一起可要捅大娄子。老爷爷，族里有记录，你干嘛还记啊？傻小子，第一手资料要亲自掌握。哦，老天师傅，你看这炉怎么样啊？我看能成。咱们这个炉子是毛主席视察过的。毛主席的话还记得吗？记得，要好好干，自力更生，万法不强。哎，对了，来，四海来了，来了。四海，怎么样？从化验的结果来看，这炉很有希望。你看怎么样？吹氧。小马，英主任，
四海他们这一炉马上就要成功了，赶快到厂部去报喜吧。好。我叫你们飞机上不了天，舰艇下不了水。照这样下去啊，1900没问题啊。我看还是稳点好。有根呢，有根。我什么时候能把你这个脾气学到手啊，那就好了。他的脾气啊，你一辈子也学不到。你呀，四海，你也跟着起哄。还有谁受伤？没有了，要不是四海，损失就更大了。厂长，我没有完成党交给的任务。不叫你们干，你们偏要干。我早就说过，国产合金像匹野马，
弄不好要捅大娄子。厂长，这不像是合金问题呀、你还强词夺理不承认失败，刚没练出来就吹，还敲锣打鼓的向我报喜。厂长，这报喜的事究竟是……别说了，你马上给我离开娄子，停止检查。厂长，事故我要负责任，你可以听我的指，但是任何人听不了我劳动的权利，蒸汽钢一定要练下去，岂有此理。厂长，我也有责任，我你赶快把事故调查报告写出来。险了吗？革命就是要担点风险，要不还算什么共产党员？那革命靠自觉，少个把人蒸汽钢照样练出来。好吧，赶快组织大家平整现场，改练普通钢。现在应该是保护现场清查事故。老田师傅怎么样了？能。同志，病人需要安静，你们进去一个人就行了。那你先回去吧，师傅。哎，去吧去吧。哎，师傅，你还没吃饭呢。帮助四海，要检查，先查。已经检查过了。炉子里可能混进有害元素，赶快去查。师傅，你放心吧，一定会查清的。四海。困难再多，压力再大，你也要顶住啊。你提供的情况很重要，谢谢你。出来就吹，还敲锣打鼓的向我报喜。
报喜的事儿是我不好。哎，你怎么想去报喜呢？英主任说你们要成功了，是他叫我去的。我去跟厂长说明白。这里的问题不那么简单呐。走。哦，英主任，我等你好久了。唉，我也挨了厂长的批评。别灰心，像你这样的红旗手，领导上会照顾。刚才我和厂长说过，让你到技术训练班去学习，这可是难得的机会啊。谢谢你的关心，不过我现在还不能走啊。为什么？我的检查还没有交出来啊。这个算不了什么，我去给厂长说。怎么，英主任不但负责写调查报告，还想替我写检查？你是个聪明人，厂长的用意你不会不懂吧？我懂。啊，懂了就好啊。你这次去既可以学到技术，又可以避避风头啊。我就喜欢大风大浪。那么你的检查什么时候交出来？事故查清了，我的检查就交出来了。好吧。有根来找过你，他都告诉我了。你觉得困难吗？妈不懂你们炼钢的事，我能告诉你的只有一句话：你是不是照着毛主席说的去做了？妈，我懂了，你放心吧。那我就踏实了。可有根心里还有疙瘩呢。哦，可别太晚了。尤根，对我有意见你尽管提，可我还要批评你。今天在炉前你不应该泄气。泄泄气好让你头脑冷静冷静。对党的事业就是要像钢水那样热，不能冷。这样下去红旗小组怎么办？垮不了，可炉地烧穿了再修补。白厂长又停了你的职，停了我还有你在。我
口气呀。上个月我到老田师傅的家乡去了一趟，一个百十来户的生产大队盖起水电站来了。从设计到施工，他们没有向国家伸过一次手，要过一分钱。那些自称为我们朋友的人说，离开了他们，我们就要喝大锅清水汤。这个大队的行动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。你看，毛主席自力更生、奋发图强的教导，在全国人民中产生多大的威力啊。你以为听我的职仅仅是因为事故吗？不，斗争是复杂的，我们的头脑也要复杂一些。哎，你想想看，为什么在发生事故的时候有人背着我们去报喜？为什么有人急着清理现场？为什么在这紧要的关头有人要调我去学习？有根呐，我们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四海，老王同志，你可回来了，看来并没有把你压垮，你顶得好。有根师傅，这蒸汽缸可不能不练呢。不要难过，抬起头来，无私才能无畏。看，这点小小的风浪算得了什么？现在世界上有人掀起了一股十二级反华台风，来势汹汹啊，想要吞没我们的国家，吞没我们的党。国内的阶级敌人也里应外合，推波助澜，以为天下真是他们的了。可是面对这阵喧闹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又是怎样想的呢？你们听。暮色苍茫，看劲松，乱云飞渡仍从容，天生一个仙人洞，无限风光在险峰。同志们，这就是毛主席的回答。四海，有根，我们要做时代的劲松啊。无限风光在险峰。红旗手是我扶起来的，入党是我介绍的，我不能看着他犯错误不管。一定说事故是提高炉温造成的，有什么根据？你是个技术员，应该引导他们尊重科学。工人毕竟是工人，他们缺少理论。爸爸，你平时口口声声对我说要相信工人阶级，向工人阶级学习，可你思想深处看不起工人。你通知陈有根，叫他做好准备，等总工程师把方案修改好，就上新方案。四海他们用的料都是经过精选的，怎么会混进有害元素呢？大家找找看，问题到底在哪儿呢？我们一定协助四海把问题搞清楚。好。王坚同志。啊？医院来电话说老田师傅伤还没好就跑出来了。哎呀，那得马上派人去找，送他回医院休养。哎，哦，殷主任也在找你。哦，照你看来，这场事故肯定是因为提高炉温造成的了。这是多数人的意见。那么
少数人的意见呢？比如赵四海。这是我们的疏忽。可白厂长一直夸你是个细心的人呢。事故的原因总会找到的，你回去吧，先放在这儿，等白厂长一会儿开会回来给他看看。哎，老王，老白，这下可好了，总工程师把方案又修改了，合金可以节省很多，够得上是世界水平了。进口合金一到手，马上就失联。老白，这次反华大合唱闹得很凶啊，我们不能不有所警惕，还是应该按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，把方针放在我们自己力量的基点上。四海他们的方案方向是对的，他们的方案再干下去，厂房都要炸塌了。我看事故不是方案本身造成的，这是英家培搞的调查报告。这个人很不正派，旧社会来的嘛，他在生产上还是有一套的，人嘛也听话。老白，不能光看生产听话，首先要看政治。你想过没有，你停四海的职是不对的。你来看看群众写来的意见。老王同志，老田，老田师傅，你怎么跑回来了？听说你把四海给撤了。老田，你别激动嘛。我不是激动，我是不明白四海犯了什么错误，组织上有这样处分的。他是我的徒弟，可是我心里明白，我并没教他什么，是党一手把他拉扯大的，这孩子从没辜负过党的期望。厂长，你还不了解他，从小泡在苦水里，工头打他，血染了衣裳，他连吭都不吭一声。可是这次出了事故，这么刚强的汉子却流了眼泪。白厂长，一个炼钢工人拿不出国家需要的钢来，他心里的滋味你知道吗？老田，可不能感情用事啊。我老头子文化不高，说话不中听。感情用事，一解放你就领着我们干，我是把领导当作亲人才来找你的。看着领导做出错误的决定，我心疼。感情用事，党了解四海，也了解你。老田，老田师傅，老田师傅，老田，工人师傅的话句句重千斤呢。白显周同志，我们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了。
普通的工人，为了国防的需要提出了大胆的设想，经历了数不清的矛盾，顶住了多少冷嘲热讽，废寝忘食，呕心沥血，试验刚刚取得进展又遇到了意外的挫折。我们作为领导的不仅没有支持他帮助他，反而给人家造成那么大的压力。就在这种情况下，人家不但没有一丝一毫的怨言，还是一心一意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。对比之下，我们的思想差距有多大呀？早在进城初期，毛主席就教导我们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，我们违背了党的教导。给他的处分是过了些，可以恢复他的职务，还要支持他继续练下去。不行啊，老王，他们的试验太冒险了，为了完成任务应该把总工程师的方案推上去，进口合金我去催。老白，不要存在幻想了。那我无能为力了。同志，你看看工人群众的力量吧。先不要惊动他，对，密切注意他的动向。我觉得厂长太相信殷家培了，在用人和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他是有严重错误，像殷家培这样的人需要有一个暴露的过程，对厂长还是要满腔热情地帮助他。第二季度生产指标没上去，主要因为赵四海他们搞试验，如果这一季度不抓紧，指标就完不成。哎，对，局里来的。喂，哦，老刘啊，进口合金批下来没有？什么？对方禁运了，谈判完全停止了。是，是。进口合金断了路，这是万万没想到啊。四海他们试不成，总工程师的方案又不能上，这真是骑虎难下啊。厂长，用户来电话问试制的情况。看，找上门来了。研究一下再给他们答复。用户等着用，我们又完不成，这不仅影响厂的名誉，而且是耽误国防大事啊。我看还得面对现实，越拖越被动。你是说把任务退掉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。厂长，只有这一条路了。退，我去通知用户。你那么着急干什么？我打报告给局里。
冶炼前后的情况都核对过了，说明冶炼本身是正常的。事故的性质越来越清楚了，我们要继续试验下去。赵师傅，赵师傅，我爸爸要退任务了。啊，退任务？厂长他还这说你把任务退了。是。党委讨论过吗？我是厂长，生产问题我有权做出决定。你的决定是错误的。错在哪儿？你错在看不到我们自己的力量。我看到了，看到你们一次又一次的失败，可是你偏偏没有看到我们一步一步在前进。怎么也没有想到你会变得这么自负，我也没有想到你会变成这样。现在我找到答案了。什么答案？你已经不像我们工人的厂长。厂长推任务是错误的，给他写大字报。对，我来写。好，标题越走越远了。走。来，念一遍。还念什么？签名吧。哎，我师傅还没来呢。我来带头。师傅。正好。四海。写的不对，写的很对。你看看你写了些什么。你退掉的不是一般的任务，是党的自力更生的精神。你是越走越远了。老王，我为了给国家炼钢，辛辛苦苦的干，日日夜夜的干，头发都干白了，居然落得这样一个结论。老白，你想过没有，在你思想上只有生产上的钢，却丢掉了总路线这个钢啊。任务要完成，对方又禁运，我看还是要从其他国家转运。你还想从其他国家转运合金原料？丢掉幻想吧，想要不让人家卡脖子，只有依靠群众自力更生。你的退任务的报告党委不能同意。厂长，进口合金有了，局里通知下来了，从兄弟单位搞来的，有多少？够炼几炉子了。只要我们先把样品炼出来，就证明你的路子是对的。那时候领导上再不给进口合金，责任就不在我们了。好，就这么办。现在炼这种钢的只有四海小组，可以吗？他要是不肯呢？就说我说的。消息吧，看你高兴的。
四海，你们选今天这个好日子重练蒸汽缸，可要格外当心啊。哎。哎。看你。下班了，下班了。今天你来的这么早啊？今天呢、啊、我们又要练了。今天是好日子，又要练蒸汽缸。走。哎，你应该休息啊。今天呢、啊、我和你们一块儿干。走吧。心意啊。哎，人呢？啊，我们在这儿呢。哟，怎么样啊？都检查过了。你们真行啊。这回可要稳着点儿。你这小鬼。哎，你们看，老天爷爷，嘿，刮胡子了。和你一比啊，我倒成老头了。这小子。我已经向党委汇报过了，一切按我们商定的进行啊。到时候了，你去吧。应该叫他去。歇一歇吧，今天这个日子你们赶不起我劳动。哎，赵四海，进口合金已经有了，上总工程师的方案。上他的方案。那厂长，这两炉能解决国家的需要吗？先练出样品再说嘛。厂长，这好比等米下锅呀，吃了上顿没下顿嘛。有饭吃总比没饭吃好。厂长，你，嗨，同志们，再爆炸可不得了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一次不是上一次了。对，我们就是要提高炉温，把炉火烧得旺旺的。我命令，停。
厂长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今天是毛主席视察我们厂的4周年呢。你忘，可是全厂同志没有忘。花房的同志送来了鲜花，料厂同志选了最好的料，每个车间每个班组都热气腾腾的为今天争献厚礼呀。可是厂长你却下令停炉，不让我们练蒸汽缸了。记得4年前的今天，夜深人静，这天晚上炉火好像格外的红，车间好像格外的亮。突然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满面红光，一步一步地向我们走来。就在这里，毛主席看着我们操作，然后他拉着我们手，问我们多大年纪了，练了多少年钢了。当时是你向毛主席汇报了厂里大跃进的情况，是你告诉毛主席，我们这个车间是自己设计、自己安装，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全部投产了。毛主席听了非常高兴，他亲切地鼓励我们说，要好好干，要自力更生、奋发图强。厂长，毛主席的话你也忘了吗？厂长啊，你好好想想吧。十几年来，凡是我们按照毛主席自力更生、奋发图强的教导去做，就是胜利；凡是违背这个教导，迷信专家、贪大秋阳，就失败。这些你都忘了，你变了，你变得离开了我们工人群众，你违背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。看着你的变化，我们都为你痛心呢。这就是毛主席视察的当天厂里印发的喜报。4年来，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他给我力量；顺利的时候，他使我清醒。看到他，天塌下来我不怕；想起他，再大的风浪我敢闯。厂长啊，你好好看看吧，这上面记着毛主席的伟大教导，也记着全厂同志的决心呢。英家培的反革命罪证，白显洲同志
你应该清醒了。白厂长，为什么像殷家培这样一个暗藏的反革命会蒙住了你的眼睛？因为你觉得天下太平了，分不清谁是自己人，谁是朋友，谁是敌人。当年你不是这样的。对，不是这样的，你是变了。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里，你在敌后根据地搞兵工厂，当时国民党封锁我们，是一无材料二无设备，可是你依靠着群众土法上马。在一次制造炮弹的时候，炸药爆炸，你负了伤，可是你忍着伤口的疼痛和群众一起坚持战斗，提前完成了前方急需的弹药。当时有人问你是靠什么力量战胜了困难和危险的，你只说了一句话，靠着革命的意志和自力更生的精神呢。厂长啊，在今天这个火红的年代里，当年的革命传统可不能丢啊。革命传统必须保持下去。爸爸，你变成另外一个人了。白贤洲同志，应该好好总结一下了。进城以后，你依靠的是什么人，走的是什么路？脱离群众，迷信权威，你忘记了毛主席的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教导。阶级斗争的观念在你头脑里是越来越淡薄，你已经滑到修正主义的边缘了。我是变了，厂长。你肩上的担子很重啊。振作起来，和我们一起干吧。这就是我们用自己的原料炼成的蒸汽钢，厂里委托我送来，留作纪念。时隔一年，你们创出了新的奇迹，地修反的封锁又破产了。我们用它以最快的速度造出舰艇来，到时候请你们来参加试航。今天参加试航，我太激动了。现在总算什么都解决了。老白，并不是什么都解决了，更艰巨的战斗还在后头呢。你们的闯劲值得我钦佩，建议你写篇文章拿出去发表，一定轰动。我们做任何事情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人民的，更快地发展我国的钢铁工业才是篇大文章，要写就写这篇大文章。
常参加过多次的试航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兴奋，因为今天舰艇上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材料，是由我们工人阶级自己制造出来的。正如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讲的那样，一切考验证明，我们的国家不愧是伟大的国家，我们的人民不愧是伟大的人民，我们的军队不愧是伟大的军队，我们的党不愧是伟大的党。